家好，我是 Chris， 来自台湾。因应今年的传统月的主题，我来讲讲我们家孩子们的故事。我们家有两个小朋友，一男一女，儿子大，女儿三岁，两个都是在美国出生的。因为工作上的关系，所以呢，儿子从小有奶奶带了一阵子的时间，而女儿呢，从小也是这个外婆，也是带了一阵子的时间，所以他们俩的个性上面其实也是不太一样。那女儿她这个学说话学的就是比一般小朋友晚了一点，大概晚个一两年，所以我们那时候一直想怎么该讲话的时间了，但是呢她就是总不开口。但是呢虽然不讲话，我们看得出来她听得懂我们在讲什么，而且呢她时时刻刻都在观察，其实是个鬼灵精。所以我今天来讲讲我们家女儿的一点小故事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们住的地方离学校大概隔了一个小马路，每天早上我们都带着女儿一起走路去送她哥哥去上课。有一回呢，送了哥哥去学校之后呢，我老婆去厨房准备这个中午做饭的东西。一般这个时候我女儿不是在房间玩着呢，要不就是在客厅看电视，或有时候睡得迟一点又回去睡个回笼觉。那这天呢，我老婆就在厨房忙她的东西，忽然间接到一个来自学校的电话。原来我女儿啊，趁着她这个妈妈不注意的时候，自己背了个小书包，还拎了一个便当袋，里面就装了自己一些小玩具小东西，然后就有模有样的就自个这个偷偷的就走到学校去了。我们看过很多小孩子不爱上课逃课，不喜欢在家里有纠纷逃家，但是我女儿竟然逃家去上课去了。她在这校门口徘徊着的时候呢，被这个门房办公室的老师在这个他们外面安装这个摄像头看到，有个小孩子怎么在门口走来走去的，所以呢就把她带了进去。我女儿那时候呢还不会说话，所以老师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。还好他们这个学校华人并不多，所以呢很快就找上了我儿子，然后我儿子就被请到这办公室去陪他妹妹去了。一直到我这老婆去把妹妹接回家了之后呢，我儿子才回去班上上课。那另一件事情呢，这个时候是妹妹已经会说话之后发生的事了。有一回哥哥在家犯了点错，所以被我念着的呢。那时候我一边洗着碗一边念着我儿子，这时候这个妹妹忽然很贴心的走过来说，哎呀爸爸，我来洗碗吧，你去念哥哥去吧。哇，平时她从来没有主动来洗碗，就那天我对着她哥哥落井下石的，真是好气又好笑。以上就是我分享两件关于我这女儿的趣事，其实故事还多着，但是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吧，谢谢。